Three, two, one, action！ 我们哇哇！那我今天跟我一班同学朋友来这里做义工。早安大家，那今天我们来到一个乌鲁瓦岛，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那我今天跟我一班同学朋友来这里做义工，然后现在呢是早上七点，还有一个非常美的阳光，跟我一个水肿脸，哈哈，然后现在拍点片段给大家看。来，写给老师的话，写给老师的话。OK OK， 我们还在爱心纸。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赞扬今天，作为今天的这个 speech 的结束。谢谢大家 ，L 十八，新班葫芦顶华脚，谢谢大家。句句太短了。刚才在看到大家在进行这个活动的时候，虽然有时候站在后面在观察，但是心是能够连接的，特别是跟孩子。刚有一个学生也在这边分享，他讲说今年以后，他明年好像只从他明年就要开始去读中学了，过后心里有满满的不舍。过后我会想起我自己已经多久没有坐在孩子的隔壁去听一下他们的心声，所以我其实很想说谢谢校长，谢谢老师，让我们今天有一个机会来到这边去为你们去贡献。其实我们在 Legacy 师范呢是来自不同的地方，有 Johor， 有槟城，有 KL， 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纯粹只是一群人想为这个社会去做出的贡献。但是我没有想到今天的贡献会对于这些孩子们、这些学校还有我们的老师还有我们的校长有那么多的意义。二一，新加坡的花香。
去文宝宝的 house tour， 然后他第一个介绍的是这里，罗汉松，家有罗汉松四代不怕穷哦。Okay, fine, fine. Okay, okay, let's go. Okay, let's go inside. Car porch. Car pool. Car porch. We renovate a little bit. Oh, hey, cool. Okay, 我们来到了一楼，是一楼吗？一楼。哇。这个小草地Spider-Man 这里可以走进去，这是他的厨房。 3, 2, 1, action。 Real song. Let me try. So real. So real. You can feel the texture. Okay, 这里门口进来的是一个 lobby. Lobby. Hi. 这里还有 lift. Come on. 有几米子在里面 ？Let them try the lift, Danny.圆圆的，相对应，然后可以找的是，对，它可以变小，但是我们就一直这样开着而已，没有让它变小，但是变小，变小啊，就是，哦，酷，传说嘛，哦，是厨房，无门法设计，所以还是走在那路线的，嗯，建立有团。Be careful, be careful. 我有看过。你要解释，因为什么？它是很这个 L， 它这边是用不到的，所以它去设计这个东西就可以，就可以用到那个 L 的位置。I see. Wow. 这个你要放这个东西。什么 ？Why？ 因为有时候他一直骂你的时候。哦，指纹锁。我这个我不要给他放这个。不要给他放这个。哇。没有啊，我不会这样哦，我觉得好难有不会。哦。哇。哇哇，这个是一定是我老公喜欢的。哇哇哇，你喜欢的。这里六个椅子，这个叫 interview。这个是球文啊，哎呦。这是我房间，谁？我们哇！什么？这个人？哦，对，你看到？哇！Oh my god! 客房。
Let's go， 我们要去主人房了。Yes， 最期待的。Master bedroom， let's go。Master bedroom， let's go， let's go。Yes。酷酷酷。哇！是成都。Welcome。主人房。哇，很温馨。你要解释，很温馨哎。Yes， Yes， 为什么我们要放一个床在这里呢？嗯，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要就是睡觉的时候打扰到对方。当一个人要早起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可以继续安心的睡，然后另外一个人呢就可以去那里梳妆打扮。还有就是，balcony。这是最高的了，还。哪里有神灯？这里没有事。哦，真的很像灯亮哎。哪里？那个阿拉丁要出来了。是在采购物资当中，采购了，等一下我就会去普查的一间孤儿院。那我之前有在我的 social media 分享过的，就是在叫 SOSE。SOS 啊，我会写在下面给大家看。那我现在在采购一些物资，然后等一下就会过去喽。在买 wet tissue， 因为家里不会带 trolley 进。OK， 采购完毕，这些是院长跟我说他们还缺的东西。所以就买了一些 baby wipes， wet tissue， 然后买肉跟沙丁鱼，该要买油哦，可是找不到那一个 cotton， 所以就没有买了。这间孤儿院其实是在古寨的一间，它还蛮新的，所以还没有很多人，有去就是资助他们，所以我才选择这家孤儿院，因为孩子们的开销都很大嘛，所以。非常需要大家去帮忙啊，资助等等。啊，叫什么 SOSERV 呀？就是这一间孤儿院的。啊，你有过来啦？有，已经关了。啊，六点啊。这个是这里的负责人 Alex。哎。欢迎。好的，哥。Hello。第一个就跑来跟我讲嗨呀，哇，很好看嘞，这个是什么？很酷哎！上次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也是第一个就主动来跟我 say hi 了。好吗？你好吗？你好吗 ？Hello， 嘉兴，今天有带扑克牌给你。哦。Hello。Hello。你帮姐姐坐喺嗰度倾偈。系咯，你唔记得我咗啊？有两个姐姐一齐，有两个姐姐嚟啊。系。今天有孩子们生日，他们庆祝生日，有五个八月份的孩子们，唱生日歌给他们听。Day to you。
刚看完国院的孩子们了，刚刚好就是八月有五个孩子们生日，然后刚刚好也在那边顺便帮我们庆祝庆祝，真的是很开心。每次去那边跟他们玩了过后，整个人就会觉得不懂哎，发自内心的喜悦，就是因为很久没有那种，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嘛，都是在忙自己的东西，有时候觉得去看一下小朋友啊，我觉得看一下他们会让我更加的珍惜现在拥有的东西，会觉得自己其实是很幸福的。我也是就是打算拍个 vlog 咯，就给你们看，可能有些人没有去过孤儿院老人院这样，然后给你们看看他们平时是在做什么啊。对，平时我就是去跟他们聊聊天，然后跳跳舞，跟他们聊天，他们也会跟我们讲他的东西啊之类的。有些刚才你们应该有看到一个叫嘎黑的，还是算是智障鹅，那他会跟我们讲他的家人啊很想念他妹妹啊之类的，然后听了我就会觉得很感动啊。而这几天我也是觉得自己有花更多时间给自己的家人，对，因为平时就是一直拿忙忙忙要做很多东西，真的是很忙，然后为理由，然后就没有去花这个时间给家人，所以我每次去我都会更加珍惜自己的生活吧。对，希望大家会 enjoy 我今天的 vlog 哦。